小八卦彭昱畅现在上综艺或是拍戏，都会让化妆师给他贴个假发片，要不脑门太大不好看。邓伦的皮肤特别好，是女生最羡慕的牛奶肌，很多化妆师都很喜欢给邓伦化妆，特别省事。黄子韬很喜欢收集首饰，家里专门有个房间来放他从各地淘来的耳钉、项链，据说最便宜的也要上千块钱。黄渤有次因为颜值不够，被某个看脸的导演鄙视，后来在试镜的过程中，黄渤用实力去打脸导演。郑爽有次在录制综艺的时候，为了不让粉丝在外面等太久，就让助理去收粉丝手里的照片和本子回来，然后他全签名上再分发给粉丝，还买了很多的巧克力分给粉丝们。黄圣依的老公杨子特别有钱，有次有个记者写杨子是鞋拔子脸，把杨子给惹怒了，他一口气就定做了10万个杯子，每个杯子都刻上字缺德记者，然后全部寄给那个新闻出版社。大张伟从来不拍戏的原因是害怕因戏生情，演员在剧组会相处很久，很容易慢慢滋生出感情，他担心自己处理不好这种事，所以一直没有去演戏。章子怡和张馨予私交不错，也算是张馨予地老板吧。